第25课，躺在地上的这个人怎么了？第一部分，语音。一，仔细听，选择你听到的词语。胆战心惊，东倒西歪，天天洗澡，百川归海，百年不遇，半生不熟，肚子，地址，房租，糊弄，挂机，日子。二，仔细听，选择你听到的句子。那朵粉色的花最好看。他这么做也是不得已。我每天晚上都写汉字。我今天晚上一定看足球。三，听写拼音。意思。躺在地上。很危险。人工呼吸，人工岛，人工湖。没错，有道理。一直。秘密，明白，说话，联系。第二部分，课文。一，跟读生词。课文一。意思，躺，地，危险，呼吸，病人，人工，像，帮助，懂，湖，岛，没错。课文二，道理。一直，难。课文三，秘密，词，字，中间，联系，电，明白，说话。二，跟读短语或句子。地上的这个人，躺在地上的这个人，躺在地上的这个人怎么了？人工呼吸，做人工呼吸，给病人做人工呼吸，他给病人做人工呼吸。学习的好方法，学习汉语的好方法。我发现了一个学习汉语的好方法。我又发现了一个学习汉语的好方法。我又发现了一个学习汉语生词的好方法。
我明白了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就明白了。三，听录音，选择正确的回答。一，躺在地上的这个人怎么了？二，叫医生来，应该打什么电话？三，可以用人工的方法下雨吗？四，这个湖是人工湖吗？五，它是什么意思呀？六，如果天气不好，咱们还去吗？四，根据课文一，做下面的练习。课文一，山田佑和林小弟对话。林小弟，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可是用汉语说我不会。哦，你能告诉我吗？躺在地上的这个人怎么了？他病了，很危险。旁边那个女的在干什么呢？想让她呼吸。应该说，在给病人做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？像现在这样，病人自己不能呼吸，别人帮助他呼吸，就是人工呼吸。人工的意思我懂了，人工也能下雨吧？可以。我们学校那个湖就是人工湖。我们小区那个也应该叫人工湖。我们日本还有人工岛。没错。叫医生来，应该打什么电话？120或者999。我记住了，这个电话应该记住。五，根据课文二，做下面的练习。课文二，李美丽，我又发现了一个学习汉语生词的好方法。什么好方法呀？咱们经常说记生词，可是汉语有的生词很有道理，不需要记。不用记？快告诉我什么道理。你想啊，咱们学习星期的时候，就想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多容易呀。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一直到十二月，也是这样的。可是别的还得记呀，还有汉字，也挺难写的。别着急，你看这张画，医生在给病人做人工呼吸呢。呼吸，咱们学了。人工呼吸的意思是，病人自己不能呼吸，别人帮助他呼吸，就是人工呼吸。人工的人，就是你是哪国人的人。工是工作的工。我也会写了。人工呼吸这个词的意思你懂了吗？咱们小区的湖叫人工湖，人做出来的岛叫人工岛。我懂了，真的有些道理。六，
根据课文三，做下面的练习。课文三。今天，山田佑和同学们发现了汉语的一个秘密。汉语词和它里面的字中间有联系，像电视、电影、电脑、电话都有电字。为什么呢？一想就明白了。还有电话，因为我们用它说话，所以叫电话。李美丽说，汽车、自行车、出租车都是车。出租车和租房子的租意思也有联系。他还听别人说过，出租房子。出租这个词没学，可是好好想一想，也能明白它的意思。洋洋说，今天、明天和今年、明年也很有道理。山田佑说，病人的意思也很明白，就是有病的人，一看就懂了。今天就像他们班的汉语节，发现汉语的这个秘密太重要了。